这首片尾曲，请亚伦来介绍一下吧。原来这首歌是在描写剧中呢，男主角对女主角的早知道的心态，就是原来他很在乎这个人，这个蓝烈飞这个角色，但他一直不知道，然后也不愿意承认，一直到最后呢，他可能投向别人的怀抱的时候，他开始后悔，他开始知道这个女生在他身边。 的意义是多么重大，对，所以原来这首歌献给大家是，希望你们尽早发现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是多么的重要，不要太迟就，对，不要太迟，很多遗憾，对不对？遗憾是不好，所以救不回来了，对，所以有爱就要表达出来很重要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们也可以表达对于亚伦的爱，那这时候呢，让我们带来这首片尾曲《原来》，欢迎亚伦，欢迎。 承认对你依赖有多深，现在回忆。